差唔多，差就差不多了哈。其实它这个桥墩，你这样看起来哈，没不觉得怎么样，有没有？我飞低一点给你看，你就知道有没有怎么样了哈。但是先看一下下面有没有东西啊。要做任何哈不熟悉的地形，要降低高度之前，要先观察一下哈。这样看可能还没有很清楚哈。好，这桥墩其实一高一低的，啊，有没有？它本身就有一个斜度嘛。而且你对过去看 P16 桥墩茂梁有没有？也是斜边有没有？哦，因为它这里是一个弯道哈，我飞高一点看，大家就一目了然哦。哦，就是这里过来是一个弯道，所以它这个 P17 桥墩其实是一高一低哦。它现在持续在拆模哈。它这个膜拆完之后，上面会有一个帽梁，哦，那它这个地方呢，哈，高度也应该会比那个 P16 的帽梁高一点，哦，那至于有没有比 P100 高，哈，就是也是要实际看它做的时候才看得出来了，哦，它这一节一小节这个可能就是帽梁，哦，这个一小节，这个可能就是帽梁，所以就是它这个跟这个一样，这个 P100 上面这里有一小节嘛，这个就是帽梁。好，昨天灌浆完，我们过来看，它应该也是分两次灌。其实我觉得它这个丹江大桥这个，他们这个灌浆这个是非常有技巧哦。虽然他分那么多次灌浆，但他要花费更多钱哦。因为你叫一次车灌多少哦，他比方说你灌一天嘛，就是一次出来的车钱哦。那你这个灌半天，他好像还是算半天的哦。尤其是它这个灌，你早上出来啊，然后灌到下午，不管它灌到两点、三点、五点，都是一样哈，哦。这个我不晓得，不过有的是听说是按时间算的，哦，但是应该像这一种应该是算天的哈，哦。所以它之前哈，哦，它这个直接灌完中间，然后在两侧开始往外扩哈，哦。它中间灌完，它要绑钢筋，然后再加那个哦，concrete 哦，就是这个 RC 整个做好之后，它会比较硬，哦，它等于是间接哈，哦，加强它这个桥板的那个硬度哈，哦，同时它本身也这个哦。最外围跟中间都是有这个哈，哦，底部了哈，哦，它桥面板是那个钢筋水泥嘛哈，哦，但是它的内侧底部哈，哦，都是钢结块，哦，所以它这样灌起来之后哈，哦，哎呦飞不动哎，这个风很强哦，调到最哦最大看看哈，哦，最大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这样观察哈，哦，就会很清楚哈，哦。像他这个拆，他没有一次把它拆完哈，哦，毕竟他这个桥面上面的这个 RC 的部分哈，哦，就是concrete的部分，他还没有完成哦，所以他没有把这个所有的支撑架拆掉，等他所有的桥面哈，哦，都好了，包含。
包括那个护栏分那个车道分隔护栏哦，全部都做好。他在拆的话，他那个墙的那个哦，桥板的硬度会的那个哦，完整性会更高了、啊。哦，所以他这个做法其实是非常有技巧性的、哦。他不是一次把全部都灌下去，你一次灌下去，怕这个哦，他这个钢结块的部分哦，他直接灌完的话，怕它太重哈，会压垮哈。那它分次灌，每一次灌完干掉的部分哈，就会造成，就会间接哈，让它多一个支撑在那边哈。然后一段一段越来越整个桥面到最后才整个灌好哈，让它哦一次一次加强它的这个哦爆，它整个。复合式桥板灌好，就是等于是一个类似那个钢箱梁一样啊，哈，桥它的桥面是孔骨力的哈啊，但是底部是钢的哈，所以它这样整个哈完整灌完之后，它这个整个哦桥面加箱梁，它就这个是完整的一个结构体，哦，所以它这个叫复合式桥板，哦，我们从侧面看还是可以看。很清楚嘛，哦，它这个底部中间哈、哦、都是钢的哈、哦，然后只有桥面哦，只有它的桥面是那个 RC 孔骨力的哈、哦，它、啊、然后它是分次灌，不是一次灌到完，哦，所以这个做法是非常聪明，但是这样是要多花钱的，啊、哦，你去问看看你就知道啊、哦，你一次灌完跟一样一片桥板哈、哦，你一次灌完跟两次灌那个花的钱会多一点点哈、哦，但是你如果以那种精打细算的公司来讲，他就是要多花钱嘛，他看他要不要省掉这个，但是我看他这个做法完全是以安全兼顾哈、哦、来考量哈、哦，他花钱多花一点没关系，但是他就是要让这个桥哦达到他最大的效应。哦，所以他这个做法是非常赞的哈、哦，值得大家哈、哦、学习啊。许丁忘了，和声亮亮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个部分我就特别要讲这个，就是这样哈、哦。像他这一块一块哈、哦，他如果一次灌那么一大片，哦，这个在他还没有硬之前哈、哦，他这个重量非常重哈、哦，他一次压上去哈。哦就有可能造成其他的问题，但是它一步一步来哈、哦，就是让它结构完整坚硬之后，它再加一片一片加上去哈、哦，这个做法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施工方法，但是这样的做法就是要多花钱、多花时间、多花人工了，哦，简单明了的来说就是这样，哎。比一般桥的造价，一次灌完的造价是高不少啊！哦，好，看完这个哈、哦，复合式钢桥面哈、哦，这个钢桥哦，钢结块这边哈、哦，它这个也是一样分两次灌，它也是没有一次灌完的、哦，它这个应该最近还会再来灌啊，灌完之后哦，这个钢结块复合式钢结块这边的这个桥面，它就会做最后的哈、哦，那个车道分隔护栏哈、哦、会做，还有最边的哈、哦、就要开始做，然后再配合哈、哦、这个 P7 这边哦，帽梁以下哈、哦、全部都好了哈、哦。啊，他这个做这样，哦，以比较内行的人来看，他就是要配合整体，啊、哦，配合整体啊，因为他做太快做好哈、哦，这边做好也是在这边干等哈、哦，啊你等这个大桥整个哈、哦、一起来，哦，不是比较好吗？然后人员的运用上面也比较好调配，
哦，那另外这个已经做好的部分它还是一样哦，就是插那个上下匝道，还有那个突然间哦断讯了哦。好，这个做好的部分开始哈，没有用到的东西就开始整理，要收一收了哈。然后这个最边边这里会有那个哦，该拉那个玉立钢的哈，拉一拉就封口封起来了哈。哦，它还是这个还是有工作通道，会还有还是有流了哈。风有没有？有呼啸的声音呢？哈，有，应该是好像是跑车在那边发动的声音哈。哦，像我现在这个画面在晃，这个不是风太强。剩下这个南下哈，北上的这个哦前端哈，这个后端前端哈，那个斜坡那边还没有做哦，那个一样哦，那它就是中间这个分隔护栏哈做的差不多，但是这个自行车道的哈，到时候看看它会用什么做，因为自行车道目前看起来还没有做哈，自行车道就这个嘛。好，那另外它那个伸缩缝也还没做了。哦，这个最外侧这个就是自行车道，然后爬梯这边哈，爬梯这里，哦，这里爬上来之后多了一条哈，这个就是人行道。所以这个从这边开始是人行跟那个脚踏车哈。在同一个地方哈，那这边到时候他会不会再做一个高低分割？不知道哦。一般自行车跟人走在一起是没有问题的。王春龙了，阿高了，这段就是那个啊，吊悬索啊，悬索接过来啊，然后这里的话，这个桥墩好了，到时候这边应该没有问题的话，应该是敞撑鹰架。这里应该是做敞撑鹰架哈。哦，不过这里要做敞撑鹰架做的话，这就非常庞大哦。这个鹰架的高度也会非常高。这个如果一次做完的话，这个要。鹰架的用量非常大，而且哈，我在想它应该是一样哈，分车道做哈，它应该是不会一次就把它全部鹰架撑下去哈，因为这个一次撑的话，这个要需要的鹰架哈量非常大哈，哦，你去想看看说这个复合式桥板下面全部都是鹰架，哦，就知道了，哦，所以这一块的话啦。应该敞撑鹰架，然后一段一段做，哦，不过这是我个人的小小的看法，哦，不代表一定是这样，哦哦，主要还是要看他工程单位到时候会怎么做，哦，好 OK， 我们今天这个他灌浆完之后，哦，然后这个复合式桥板下面拆掉一些那个支撑架，哦，但是他没有继续拆了，因为他后面应该还有什么要做的，有东西还要做的话，应该没有直接拆了。啊，P17 桥墩哈，
昨天我就有讲哦，他富尔士桥墩那边、富尔士桥板那边、灌浆这边在拆模。其实昨天他拆这个模哈，昨天我有看到我的那个影片画面，它有一个角落已经模板已经拆掉了，只是没有拆那么快哦。但是至少我们今天来看，它已经拆掉半只了，超过半只了。好，谢谢大家好。待会来去台64那边蔡守良料哦，待会再来去台64那边看一下，因为快好了哈。那另外我可能今天会跑去那个钢结，可以看到钢结块那边哈，去那个角落那边拍一下看看。好，好，谢谢大家，待会儿见了哈，拜拜。哦，你这样像现在这个高度看就明显了哈。它这个 P17 桥墩是斜的哈，因为它这里是弯道哦，一边一高一低了哦，这从这个角度看就很明显的嘛哦，一样哈，这个 P100 还有这个 P16 哈都一样哈，它这边是一个弯道，所以弯过去的这个哦，它会有一个斜角哦，出现一个斜角哦，就是这样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待会见，拜拜。网路很乱，要小心啊！为什么淡水端施工进度比八里快？因为那边要做的事情比较多。哦，你饭两碗饭无同款吼。啊，你较少的，迄食较慢的；啊，较济迄碗饭，你唔爱背较紧的。哦，我不知道你听得懂听不懂台语啊、哦？我这样讲应该是最贴切的哈、哦。OK， 谢谢大家，拜拜。